为什么我比你黑啊嘛？你有比我黑吗？有，可能我今天妆太白了吧。嗨，哈喽大家好。Hello。今天这边呢是我们的王美小姐。我不是。你要叫什么名字？我是小狮子。好。叫小狮子吗？好，她叫小狮子。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这边的是这间叫什么？为什么要这个没有名字？奈奈什么？它叫。很不专业。对，这边也没写。好了，它叫 Night Jar。Night Jar。这个。这样拍到吗？这个，还有哪一家？它就是伦敦很有名的呢。就我上次去的那间店以外，还有这间也很有名。他们的所有的调酒都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们今天呢，大概应该会点个四杯，然后就跟给大家看一下，说到底有多美呢，好不好喝？这样看是不是伦敦必来的酒吧？对。然后他们要定位哦，是我们好不容易定到位，要等下跟大家报告。拜拜。要这样。对。This one is mine。我们开大一杯了。好可爱哦。What we've got going on here is, on yours we've got that little bit of fresh apple to go with that apple and rhubarb running through the heart of the drink. Just like in yours have a bit of kikau in rhubarb, another little edible, to go with those kind of complex, slightly pickled notes in the base. Yours you've got a bit of fresh berry down here and a little bit of dried kumquat as well. A slightly tart kind of citrus, you need skin and all. The only thing I must say is the lime leaf on yours,doesn't taste that good. It might smell lovely, but unfortunately, it doesn't taste that good. It doesn't taste that good. However, you've got this lovely cruster of Szechuan pepper and kaffir lime around the top. My personal favourite touch. Three dashes of these electric daisy bitters. So that's just going to make a tingly sensation on the tongue as well. Enjoy, guys. Enjoy. Thank you. 上菜了。很漂亮哎、欸，这个啊，他点的这个是 London Moor， 然后它里面是，它有啤那个，对，它里面有姜，然后有水果这样，然后是然后有啤酒，然后还有清酒这样，然后呢，学姐点的、啊、叫做 Jewel of the South。我找到了、他找到了。为什么这个它应该要是有钻石？图片上面有一颗钻石，我就控了这个钻石点。然后它里面有冰块，这样子。里面有个很大冰块。冰块比较好，我有点失望。然后呢，它这个他说它是有什么 vodka， 然后有 lime 吗？其他看不懂。可以这样吗？我等下再拍那个，我再拍那个菜单给大家看。蛮好喝的。然后我点的是它叫做炼金术士、好香哦，钢之炼金术士，对，它是巧克力的，很可爱这样。好，现在你先喝喝看你。我刚刚喝了，我觉得蛮好喝的。我要换什么味道？前面很甜，后面很酸。后面很酸。对，可是我喜欢。然后后哦，现在有苦苦的感觉。他说边边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根本就听不知道。怎么那么重？英文很烂，一群 my best。我来喝喝看我的。哎，我对不起，蛮好喝的。你为什么喝得像喝茶的样子啊？因为它就很小一杯啊。哎，还不错哎，可是我喝不到巧克力的味道，因为我它上面说是我有巧克力，可是我的却没有巧克力。哎，我喜欢你的，我的蛮好喝的，因为你的酸酸的。很适合夏天喝，旁边有那个，还要硬要这样讲，还有那个杯子的 size， 如果像我们一样比较大神的话，你就可以选择大杯一点的，一次喝到饱。其实它不贵，因为它才12磅到14磅而已，所以大家可以来。因为它这个真的很精致，嗯，对，它连这个下面都有口味的。它下面还有说是就是它这一杯加什么东西这样，还有这个你们是加那个。我在家这包什么鱼菜炒吗？都没在听，听不懂啊！在看帅哥，因为刚刚那是你的菜的，他其实蛮帅。对，哎、欸，现在这位假王妹来了，王丑，你要叫什么名字？这一次叫娜娜，叫娜娜，哪里脑死？娜娜，她的酒呢是刚造的那个，就是有小熊泡在杯子里面那个，超可爱的。你说里面有什么？介绍一下。它连杯子都可以喝哎，可以。里面有什么？它是 whisky 的底，这盘子也太可爱了。Hazelnut 的 chocolate milk， 然后还有一些 waffle， 所以它这个是 waffle，感觉很好喝哎，非常可爱。赶快现在喝一下。你可以整个杯子。是啊。就是 whisky 其实蛮强的，然后呢？所以看似很甜，但其实酒味还蛮浓厚的，应该大概一喝完就醉的那种。所以它是甜甜的，它蛮甜的，它的后味很甜。那你要吃这个东西吗？来一口。
你说 waffle 还是它？都吃都吃，它有被黏住哎，是吗？都吃都吃，快点吃！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哎。嗯，是什么东西？是饼干吗？很像优格的味道，很像优格的味道。那外面这个呢？冰淇淋？外面就是冰淇淋的那个甜筒。好酥哦！废话，不要舔啊！嗯，好吃哎，好吃吗？在谁？嗯，好吃吗？就是蛮特别的，因为通常 cocktail 不太会有可以食的，可以摸一下它底的部分，它很要融化那个，还要融化后吃，要不要吃？它应该等下会渗出来吧？从底下，你好油，有没有？好油，好油，很特别吗？我感觉它威士忌蛮浓，很久哎，很久很久。很像奶酒，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碟子，这碟子很可爱，好可爱，而且还被 waiter 就是强调不能吃，什么都可以吃，但不这个不能吃。那你可以问 waiter 说，那我可以吃吗？可以不行，这一集十八禁啊！好了，我们要讲结尾。好啊，结尾了，真的结尾，很感。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下面留言，然后帮我们订阅、按赞，还要开小铃铛哦。再见，拜拜，拜拜。过了，我好红哦。余淮姐已经醉了，我的眉毛是没画好，好油哦，可以炸东西了，好笑吗？这是什么鬼？真的是可以拿去炸，好油，眼睛都红了啦，好吧。有